谱呢，就有一份难度呢？我觉得在戏里面，我是非常认真的去诠释高平这个角色。嗯，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不一样的那一面。嗯，并不是一定要这么样的外放，我也可以很内敛的去演一些内心戏。我問下你咧，就話咧，佢其實平時成日搞笑啦，喺戲入邊咧嗰啲搞笑演出咧，做翻自己啊，定係有難度咧？佢話其實咧，佢係好認真演繹呢個角色嘅，咁就希望咧啲內心戲咧，大家都會感受得到嘅。Michelle， 這趟你跟他這個搞笑的男生拍戲的時候，有什麼難度？還有是不是受了他很多笑談，拍得很辛苦？这时候就要靠演技了。真的，我问你 ，Michelle 今次同我搞笑能手咧，会唔会搞到佢做唔到戏或者好辛苦咧？佢话真的要靠演技啦，咁先得。因为汉典平常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很搞笑，然后很会模仿，所以常常跟他只要对到眼睛的时候，就会很不自觉的很想笑，很容易会笑场。可是经过排练啊，然后我们慢慢的就是进入角色以后，里面我看演的是相处了十几年的男女朋友，所以其实是非常熟悉彼此，然后很像家人一样的感觉。譬如话咧，两个其实咧相识咗好多年啦，但系在拍戏嘅时候咧，互相羡慕交头嘅时候，望住佢咧，点解唔笑出嚟？好辛苦。